小时候，我一旦有什么烦心事儿，你就走到这儿来，把心里不高兴的事情说出来，好像咱们能听到。小磊，谁的接话了？这啥？妈，我学英语啦！以前用那个小玩意儿学的也挺好的，邓姐就不能让着他呀？ 这 CD 机，给你用吧。 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凭什么呀？在这学习不影响别人作息吗？你浑身都是鸡群窟窿！来，拿窗帘来一下，给你看看我这张俊俏的脸，给你充充电。 你对得起你家姑娘，你敢说你不是教书的小丑吗？你赶紧的，快说，你赶紧的，小朋友！这么差劲的我，你也觉得我好吗？你好啊，你在我面前不用做别人，你就做你自己就成。 最想去哪儿？就暂时停在这儿吧。放心吧，我在。这么多年，是你在我最不爱自己的年纪看见了我，给了我毫无保留的爱。